OK，结束可以直接干了哈。找一下啊，16点刚刚好。等我一下。这个只要2分钟哎。那如果我们用久一点的呢？可是为什么用久一点的进攻指令要这么多？哈，对啊，我就不懂为什么，很怪呀。照理说应该要越来越难啊。哦，原来我后面还有2个人哦，我来做一个久等的，还有刚才那边找。其实这个训练有兵就好了啦，也不一定要把它练满。主要是怕为了之后没兵啊，目的是这样。像我们另外两个兵都有了。新活动讲一下吧。那个怎么不见呢？对吼，我们就要抽一下。哇，所以我现在可以在这里选了，对不对？要哪一只？我要选大地。所以是用这个解开吗？真的欸，反正我是觉得这么多钻石也不知道干嘛了，干脆都抽一抽。哦，罗兰欸，那我跟你们讲，主要是要解开这个神殿招募啊。最后，你就解开神殿招募，你之后就可以。哦，有了，来，我都要潘达了，应该直接上广吧？哇，来来来，观众们，我第4只的 S Prize 角色，把 SS， 麋鹿拜拜！哇，观众在尖叫了。现在已经40SS， 等他们回来再换好了。开心。那我们这边要不要提到先讲潘达嘛？